上海海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设计研发的分布式移动能源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最经济的环保可再生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系统主要包括储料进料系统、热解气化系统、可燃气斯特林发电系统、余热利用系统、烟气净化系统、5G 远程信息化聚会能源管理系统。预处理后的生物质泄入料仓后，通过自动上料系统将物料送入气化炉内裂解，自动点火后给入一次风，生物质开始在气化炉内进行热解还原反应，从上到下依次干燥层、热解层、燃浸层，产生的可燃混合气体成分为氢气、甲烷、一氧化碳、气态烃类物质。可燃气体进入斯特林燃烧室内，自动点火燃烧，燃烧温度高达1000至1300度，气化炉最高燃烧温度可达1000度，能够满足生物质持续热解气化所需的热量。气化后的碳渣经一次风冷却后排出，可作为碳基肥料，系统产生的生物碳约10%至15%。生物质可燃气体经斯特林燃烧换热后产生的电力直接并入微电网或者民用，斯特林换热后的余热尾气通过余热锅炉再次换热产生的热水或蒸汽可用于民用或工业，经余热利用后的烟气除尘后，其烟气排放达到欧盟2019及中国2014最新标准。海奇解决方案单套系统为偏远地区24小时不间断提供能源，多套并联可适用于规模较大、多能互补冷热电联产项目。移动式能源站加储能系统适用于用电量不均匀分散式用电。系统适用原料：生物质、树枝树杈、坚果壳、秸秆、家具厂下脚料、建筑模板、生物质颗粒等。该系统优点：模块化电厂整厂输出，大大降低了 EPC 总工程90%以上的工作量，免地基、免安装、易维护，根据用户实际需求增加移动式原料预处理系统、移动式海水淡化系统、移动式污水处理系统、移动式储能、移动式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等。产品应用场景：风电、光伏、储能、多联功能互补耦合能源服务、海岛度假村、偏远山区、旅游景区、人道主义战略物资、国际难民营、林区、新能源换电站、充电站、没有能源或能源体成本过高的地区。海奇综合能源服务为能源生产者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通过不同能源的类型之间进行耦合互补，增强能源的生产、传输、存储、消费等之间的协同优化，提高积极利用水平和功能的灵活性，最终达到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用能成本的目标，为积极实现可持续化零碳城市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海奇环保20余载，我们从未间断为全球人类提供可持续化发展新能源目标。